有一种说法说北方这个过年吧，三件事，包饺子，放炮，看电视。那么今天呢，您和这个窦店的农民一起包了饺子，那现在呢鞭炮声也是不断，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恐怕就是看电视。那么我想借这机会请您对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同时也对全国人民讲几句好吗？好，明天应该说就是鸡年就要来临了，鸡年的新春来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的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的侨胞拜个年，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不过今天在这个万家团聚，在这个大家共度佳节的这个一晚，我们在各个行业、各条战线上，还有许多继续战斗的自己岗位上的同志们，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我也就是机会要向守卫的边疆以及进行若干的巡逻任务的我们的广大的解放军的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致以节日的问候。我衷心的祝愿明年这个鸡年能够风调雨顺，能让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使得我们全体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谢谢您。好，也谢谢您。